穿着袜子。看伦哥的袜子是什么袜子？哎，伦哥，伦哥。这伦哥的袜子，我想我们让他换上好不好？好。队长，我觉得要以身作则。对啊。哎，不是，我们都把袜子收起来，然后假装这个袜子。对他，每个人的都不一样。都换过。都换过了，都不一样。发现全是隐形袜。对，全隐形袜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把袜子都收起来，好。对对，好好。然后就说我们都穿了。伦哥不是伦哥的盒呢？伦哥的盒，伦哥的盒。这样，反正我们都已经穿了，然后对吧？他这个放这儿，这是咱们给他的礼物。对他，你给他叠好。你这伦哥一看就把他人穿过，你知道？我们伦哥来了，好帅啊！来来来，伦哥，给你一个惊喜。这个我们都有的，伦哥有的，但一定要换上，一定要换上，换上。袜子，我们给他，就我们每个人都要换上啊！今天不换就不能开始。换吗？真的都要换上的。他们说今天有个特别的设置，是跟这袜子有关的。一定要穿这个袜子。伦哥需要我们帮你，可以，真的要穿的。这边前面的帮一下吧。前面不懂啊。前面这个白金，找出来啊！前面白金。我来，这个怎么给我解？鞋带儿给我解个。八鞋，我自己来。伦哥，这袜子看臭不臭？这个，我早就用的好好的。一来就被你们这样对待，怎么对待了？很讨厌。那跟那小女孩，你们对她印象挺好的。小女孩有点吓人。我也是机器人。好吓人啊，这块。对，唱什么橘子？唱什么橘子？小橘子是我们电影里面的。因为我之前拍过戏，我们这边是有认真在跟他交流的，但他一点都没有想要跟我们交流。他眼里只有秘密姐姐，秘密姐姐去换衣服。秘密姐姐，我很想要你穿这个的。好，那我怎么穿？你穿完这件再穿这件吧。我本来以为小女孩身上那个钥匙是开什么门的，结果她把钥匙吃掉了，根本就是整我们的。换袜子，换袜子，那真的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换上了。这袜子到底是谁送的？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，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换上了。那不相信啊？每个人就根据你比较咋？伦哥现在发现里头有那个痒痒粉是吗？那我能这样直接穿上？可以。伦哥有点觉着袜子脏，不是，就我们害你，里头给放巴豆，里头放巴豆了，放老鼠胶了。这个怎么了，伦哥？怎么了？不是，那你们是什么颜色？我是什么？我是白色的。你这个性格就证明灰色的，不是因为像我黑色。平凡，我跟大勋这种带颜色，跟大勋这种平凡人就给的是矮的袜子，连给你看都看不出来，都全抠不出来。然后他们就是给最重要的人颜色最鲜艳的袜子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角。Super Star， You 啊。好看，好看，太喜欢了。好了，换完了。